林丹美国米藏，我是以色列版吉难，欢迎收看2月23号的原视晚间新闻。首先呢，带你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国家人权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下周将在台北登上，面对台湾首次两公约国际审查，台湾人权促进会领军跟其他非政府组织召开记者会。蓝与核废议题备受关注，那么执行大学原住民族青年主动发起反核废料三部曲活动，让各界人士共同探讨反核议题。台湾原住民族祭典对观光客来讲是充满好奇的文化资产，那么周族战祭因为时代变迁也慢慢接受媒体拍摄，为了不影响祭典进行，那么学者表示应做区分还有管制，尊重部落文化。关于核四要不要续建，那么成为全台各界关注焦点。而总统马英九呢，态度也软化，今天上午出席了行政院政务首长研讨会时，就主动针对核四议题提出了谈话。那么总统马英九今天上午表示呢，核四应该在四个基本原则下决定续建与否，包括呢谦卑倾听、详细研究、诚恳沟通，最后呢再做神圣决定还有执行。马总统要求台电一定要把核四停建或是续建等等利弊得失全部都要说清楚，因为大家住在同一个岛上，那么任何公共设施不安全都会引起灾难，大家都得共同承担，不能不谨慎。核四是否续建，全民关注。马总统原本定调核四必须先完工，不过在民间众多团体和立委建言下，马总统态度软化。23号参加行政院政务首长研讨会时，主动针对核四议题表示，有四项基本原则决定核四是否续建或商转，包括谦卑倾听、仔细研究，还有诚恳沟通，最后再做审慎决定。无论如何呢，最后承受这个结果的是我们这个土地上的人民，所以一定要把话说得非常清楚。非常的诚实的沟通，我们会全面的跟社会各界来展开对话跟沟通。我们希望在一个完全公开透明，并且经过理性讨论的程序之后，我们再来决定我们对这一件事情的最后决定。马总统说，停建核四或商转有何利弊得失，台电一定要向人民讲清楚，各方的意见政府都会参考，因为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岛上，任何公共设施的不安全都会引发灾难，大家都得共同承担，不能不谨慎。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则是呼吁马总统应该立即停建核四，停止追加预算。国民党立委丁守中则提议在立法院成立跨党派的核能安全特种委员会监督核四。我们希望马总统立刻回应民意，立刻表明态度，立刻停建核四，立刻停止追加预算，立刻让恢核家园推动法在立法院通过。我们事实上已经有92个立法委员联署啊，大家要成立啊核能安全的特种委员会，来跨党派的来对核能安全进行监督。民进党立委更要提案，希望开议后依公民投票法在立法院通过停建核四公投的提案。国民党立委丁守中说，核四需要受跨党派的监督，应先彻底体检，若不合适就应该停工。接下来吴家宝台北报道。核四议题延烧，那么世新大学原住民青年也站出来主动发起了反核废三部曲活动。那么就在今天下午呢，首部曲是以纪录片来播放哦，那么让更多师生还有社会人士还有呢亚美族人共同来探讨蓝屿的核废议题。同时系列活动下一波的二部曲就会在3月6号晚上以音乐还有行动剧方式呢，吸引更多民众来关心台湾的反核议题。因为他们的经济的问题，所以他们必须要承受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污染。那么我倒是觉得应该把核废料都送到台电去。亚美族的郭建平为了赶走核废组成厂，持续反核运动20多年，不过到目前核废料仍然存在岛上，让族人在生活上持续受辐射的威胁。世新大学原住民青年主动站出来关心蓝屿核废问题，发起了反核废料三部曲活动。23号下午首部曲先以纪录片播放，让校内外师生、社会人士、学者及亚美族人共同来探讨反核议题。这些学生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就是对这些历史是不了解的，很多的理由原因不了解，然后对里面的核废料就我们充满了矛盾跟疑问。
对，没有办法回答。所以我们想要就透过举办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或原住民年轻人可以知道说这些一直都存在的事情。这部纪录片《岛屿边陲》是一位导演发现到台湾原住民族的权利发生有偏弱的趋势，因此深入兰屿花了三个多月制作而成。当时影片中的主角郭建平正是主要的兰屿反核领导人物，如今反核的意识也已经传承到他的儿子身上。因为兰屿并没有用核电，然后他们一直说核电是核废料是安全的，没有影响。那你们在用核电，为什么不要直接把核废料就放在台北？你们说没问题，为什么政府不要把它放在台北？对啊，我们也没用核电啊，啊，凭什么用剩下的废料丢我们家？透过纪录片，将台湾边陲地区的雅美族人至今仍受到与核废料共存的不公平待遇呈现出来，让现场超过50位北部的大专学生都前来关心，就是要把反核的声浪继续推动。记者阿布斯兰阿鲁台北市采访报道。继续带你来关心，就是10位独立国际人权将在下周开始呢审查我国公民与政治权利，还有呢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两公约的施行成效。那么成效如何呢？也受到国内人权团体的关注哦。由台湾人权促进会领军跟其他非政府组织，就在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召开了 NGO 联合记者会，面对台湾首次两公约国际审查，他们就质疑马政府准备好了吗？那么政务法务部呢也针对两公约国际审查会议议程召开说明会，表示政府面对两公约不是拿来参考用而已。那么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到场跟非政府组织来个会前会，说了些什么，带你去听听。由台湾原住民祈福仪式开场。2月23日，台湾人权促进会跟两公约施行监督联盟联合举办了一场针对台湾迎接首次两公约国际审查非政府组织联合记者会，现场来了许多民间社团联席一起参与，都抗议马政府维护人权的绩效差。其中新闻记者协会代表痛批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提出的反垄断法动作太慢，并且没有作用。台湾原住民政策协会指出，桃园复兴乡失去公法人地位，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对于近年来台湾原住民的人权都在倒退感到忧心。提出了一个糊弄所有台湾人民的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弄得非常复杂，但是去深究之后才发现，原来他这个法案的所有的标准，所谓收视率、收听率或者是阅读率这些标准，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能够限制这些跨媒体垄断的问题。简单的讲，就是说目前台湾原住民的这个权利很重要，要落实国际公约的第一步就是要落实我们台湾有一部原住民族基本法。可是马总统自己他就讲说，哎，这部基本法是那个前面的总统定的啊，不适用，怎么样，就是说他说不可行啊。那这就非常非常的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伤心。日前法务部长曾永夫公开表示说，两公约的内容只是参考用。对于这样的说法，两公约施行监督联盟表示不以为然。马政府最常讲的依法行政的原则，绝对不是只是参考而已啦。那尤其我们的两公约，其实它是一个国际的最基本的一个人权标准，所以有任何的违反，其实都是属于违反国内法，所以它不是参考。中午，各个国内非政府的人权组织前往法务部参加政府针对两公约报告会议的说明会，了解审查会议的会议流程。而已经先行抵达台湾的联合国人权专家也亲自到场，跟非政府组织来个会前会，协助统合他们的意见。I was thinking that maybe I can help you to put together the work that you are doing.So that you can make the best of the opportunity. 国家人权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将于2月25日到3月1日在台北登场。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审查会议，两公约由公正公约审查委员会、金色文公约审查委员会两个单位分组进行审查。除了国际审查委员跟政府官员对谈之外，也将有立委跟民间代表团体面对面对谈的机会。而且政府各级机关将由副部长陈吉率队参与，并在3月1日举行记者会公布结论性意见。因为这两组国际审查委员都各有一位是联合国的现任委员，
除了政府部门严阵以待，也引发非政府组织跟民间人权社团的关注。记者龚瑞吴六立法院采访报道。我们看到了两公约委员会呢，将要对我国政府进行首次人权报告来审查。那么其中台湾原住民族人的人权有没有被保障呢？目前两公约委员会已经拟好了各层面议题，要向中华民国政府来提问了。而关注原住民族人权的非政府组织还有社团都表示，对目前政府是感到失望。他们说呢，台湾原住民族的人权是逐年倒退。两公约委员会即将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实施状况进行审查，审查内容理所当然的也包含原住民族的人权问题。不过国际组织还没有抵台审查，关于政府在维护原住民人权的执行率，原住民族社团就已经给马政府打了不及格的分数。好，我想执行率不但是没有执行力了，甚至是更倒退了哈。因为现在看我们所有的这个生存权也好，这个土地的利用也好，或许是我们最基本的山上的一些必要的狩猎也好，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哈。两公约审查委员会根据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人权报告据理的问题，一共有124道题目，当中其中就有三项就是针对原住民族人的人权的问题做出关切。首先就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部分，就蓝屿放置核废料、台东海岸的美丽湾建案跟鹿鸣水库，要求我国政府说明目前的处理状况，并且还要解释为什么攸关原住民权益的土海法没有在行政院被通过。另外也要解释为何三鹰部落被拆除之后又重建，以及说明原住民族法庭的计划内容。而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部分，就是提问台湾有九种原住民族的族语已经濒临灭绝，请问政府采取了什么拯救的方法。这些问题都直接考验我国政府到底有没有重视原住民族人的人权。你必须要先落实我们台湾的宪法、两公约以及原住民族的这个权利。这是关于第一部分，我们觉得说目前的政府它是没有不管原住民的意愿，不用取得原住民的同意，需要在原住民地区来进行开发建设，以及放置这个有害的核能废料，这是第一步。我们会就是说列出几个重点出来，然后呢，来追踪政府有没有落实这个两公约。早在2009年，马英九总统领导的政府就签署了《公民与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两个国际公约，因此两公约内容上规定，在我国应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政府如果没有依照两公约的内容来保障原住民族人的人权，这就是违法行为。两公约审查会议将在3月1日告一个段落，并召开记者会，将会有什么结论，民众可以拭目以待。记者龚瑞吴六台北市采访报道。带你来看的就是花莲慈济医院的护士被民众检举，为什么呢？因为家中罹患肝癌老人家因为中风跌倒，那么头破血流，送到急诊室急救呢，却苦等了40分钟，这中间呢完全没有医护人员来处理。那么家人反应之后，还遭到一位护士呛说，你没有看到大家都在忙吗？那么病患家属就问了护士的姓名，护士竟然拿出他的识别证表示，你去投诉我啊。那么家属气不过，要医院出面道歉。躺在担架上84岁的林姓老翁，20号晚间因中风在家中跌倒，撞伤头部血流不止，紧急送往慈济医院急诊室急救。不过家属却表示，在急诊室苦等好久都无人过问。老翁妻子询问护士，却当场遭到怒呛。我跟小姐说，请问医生是哪一位啦？那个血还一直在流，能不能先帮我们处理？那小姐就，她可能心情刚好情绪比较那个，她说病患还那么多，就是说要等那些病患看完才医生才会过来这样。更令家属不满的是，该名护士竟然拉出识别证表示，你去投诉我啊，态度恶劣，令人当场傻眼。他这个动作我比较不能接受，你情绪可能比较激动啊，或者很忙啊，情绪上来，我们这都能理解。他是直接拉他的名牌给你看。对，他说我叫陈景楼啦，投诉我啊这样。经过一天的调查，慈济医院表示，20号当晚急诊室因为大爆满，医护人员都很忙碌，但在第一时间已经有帮老翁做好纱布止血。家属可能是因为看见老翁白色的纱布还在渗血，所以认为医护人员没有处置，双方沟通上出现裂痕，但医护人员并没有拉名牌激怒家属。因为那天病人比较多，那医护人员都在忙的当中，那本来是说等一下会过去看，那但是因为家属就是。不是很凉，我想我们有同理心也可以体会说，那看起来纱布有白的啊，
渐渐的好像比较红一点嘛，哈，是不是还继续在出血啊？其实那个已经初步的判断是已经慢慢直了，哈。我想也不是说什么呛下啦，就是说我的名牌给你看嘛。经过缝合手术以及电脑断层的检查，老翁已经出院返家。而遭投诉的陈姓护士也向医院提出辞呈，院方表示他是合约到期想要返家，与此事件无关。而陈姓护士在职期间表现相当优良，二月份还得到十几位病患的留言肯定，这次被检举情绪管理失控，还没调查清楚就已辞职离去，也凸显出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压力真的不小。记者吴家凯华联报道。台湾原住民族祭典对观光客来讲呢，是充满好奇的文化资产。相对的呢，每一次部落有祭典举行，都会涌入不少的观光客。特富野部落呢，今天就开始呢举行了战祭玛雅斯菲。那么有很多人呢，都是用猎奇的眼光来看待仪式，所以这一次他们就针对拍摄区域进行了管制。长期以来，这样的现象对祭典的进行可能有所影响。尤其在周族的祭典来讲呢，是不允许媒体还有个人拍摄的。因为时代变迁，生活方式，周族也慢慢接受媒体来拍摄。不过在于场内还有场外来做区分。为了不要让想要拍摄的观光客还有媒体影响到祭典的进行，所以呢，部落特别规划了摄影区，并且在男子会所外面贴上了公告，提醒不是当地部落的男子还有居民不能够随意进入会所，就是要让这传统的仪式顺利进行。另外就是蓝屿红头部落农历春节刚好也举行了朝鱼祭，那么许多返乡族人也都参加这次的仪式哦，跟着部落耆老将这个领机大船推到海滩，那么抓飞鱼时节也在蓝屿全岛登场。渔人部落约十几位年轻人在部落耆老带领之下，合力将放置在红头社区活动中心大船移动，并且将大船沿着环岛公路推到部落滩头，准备一年一度部落招飞鱼仪式。一年一度的rayun ya pangaudam uya bisa mengaudu ida tai amda paka pangaudan amra ucinedkan me ucinedkan takai ye akmi abu o部落耆老按照传统，在招飞鱼前几天领祭大船推到部落滩头之后呢，其余船只才会跟着依序推到部落滩头。对蓝屿传统岁时记忆来讲，新的一年以招鱼日子为主，这一天刚好恰巧也是非原住民农历春节，年轻族人返乡也等招鱼祭结束之后才返台工作。那有参加了那个吗？招鱼祭？不一定。今年特别的。今天是特别例外，一定要在今天参与我们今年的这个渔人村的飞鱼祭。部落年轻人提着水将大船清理干净，除了让大船有干净身躯，也祈福部落族人抓飞鱼都能满载而归。随着新的一年到来，除了红头部落在大年初一已经举行招飞鱼祭仪式之外呢，其余的部落也将会在这几天陆陆续续举行招飞鱼仪式，而抓飞鱼季节也正在蓝屿全岛热烈展开。记者夏曼丽大森蓝屿采访报道。语言结合文化还有生活，然后呢再用成戏剧把它演出来，可以说是相当的不简单哦。那么去年十二月全国原住民族语戏剧竞赛荣获各县市成人团体组、家庭组、学生团体组总共49队出赛冠军，今明两天呢在新北市板桥艺文中心角逐冠军。全国原住民族语戏剧竞赛今年可以说是相当的竞争，每一个参赛队伍无论从布景还有服饰还有戏剧脚本都拿出最大用心，带你去看看。在戏剧表演中，结合阿美族歌曲展现活泼舞蹈，博取台下观众欢笑。也有卢凯族队伍将族群圣兽云豹演出生动，相当精彩。
23日在新北市板桥艺文中心举办了第4届的全国原住民族语戏剧竞赛，共有47个队伍共同角逐名次，竞争激烈。每支队伍都有备而来，使出了全力，要将最好的表现呈现给评审与观众。而连2届冠军的苗栗县文化幼儿园语言文化教师团队，今年演出了有别于一般文化内容，结合了生态环保观念，要力争3连霸。本来通常我们都是我们原住民的话，我们都是人吃动物嘛，那我们也有反串的说，动物吃人，这样到后面我们有一个宣导的一个活动，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跟我们的动物要和平的相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是有这样子的意思。之前是比较属于比较自然比较时事的，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要变成比较跟人家不一样，因为每个狩猎式的话我们就变成想一个比较劲爆点，所以每个演员都压力很大。而这一次也有许多的新秀团队参与，来自苗栗泰安乡的清安社区团队，结合了部落与学校以及社区大学学员一同参与戏剧竞赛。不管名次多少，重要是希望借由比赛把族语文化从家庭生根到社区部落，让孩子们喜欢用自己的族语和家人对话。大家从学生、家庭、社区都非常的乐意。那我们不再说表现得怎么样，就是希望我们的族语文化从家庭、从个人、学校开始一起推展。语言传承是需要大众共同尽心力，透过族语戏剧竞赛能带动说学族语的风气，让族语能有效传承。就这么把号新闻是板桥采访报道。明天呢就是元宵节了，今天有一家航空公司赠送了150个创意飞机灯笼到桃园复兴乡介寿国小，让小朋友们自己 DIY 组装彩绘灯笼。小朋友们提着 Q 版飞机造型的灯笼，脸上露出了开心的表情。在元宵节前夕23日这一天，航空公司赠送了150个创意飞机造型灯笼到桃园复兴乡介寿国校，小朋友们自己组装，还为自己的飞机画上了颜色以及图案，发挥了许多的创意。还有小朋友更写上了愿望与梦想，希望借由小小的飞机灯笼能将愿望与梦想翱翔天际，让梦想成真。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自己做得怎么样，很开心又很快乐。那是不是有把愿望写在飞机上？有。那怎么会想说要写愿望在上面？希望我的愿望可以让我成真。谢谢航空公司让我们做这些飞机的DIY。我希望可以出国留学，可以搭飞机出国留学。航空公司给我们小朋友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发挥他们的创意，把在这个元宵节的时候，不是只有提灯笼，而可以在灯笼上面，发挥他的创意彩绘，然后还可以写上他的名字，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灯笼。现场小朋友们表演了泰雅族传统舞蹈，并教导与邀请航空公司贵宾一同共舞，感受原住民小朋友的热情活力。第一次跳原住民舞蹈，感觉是非常的热情有活力。以前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是以前没有，今天很高兴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在原住民族地区，由于没有过元宵节提灯笼的习俗，所以较少庆祝，小朋友就更少有机会接触灯笼。这一次由航空公司赠送可爱灯笼，也让小朋友们感受一下元宵年节气息。接着我们把号桃园复兴乡采访报道。昨天晚上，西门町知名戏院挤进了不少原住民朋友前来欣赏刚上映的国片《到底呢》。那么制片公司跟岱宇国际慈善基金会合作，希望透过温馨又激励人心的影片内容，给予原住民朋友更多启发还有鼓励。许多原民朋友集结在热闹西门町大街上，有的是大人带着孩子，就是要来抢免费电影票。拿到票的族人很兴奋地期待欣赏温馨的国片《到底呢》，很开心可以看免费电影，还蛮感谢他们。对，因为免费的票其实还不错，对吧？不用花钱。现场超过300人挤进，几乎坐满，连片中的原住民演员也来到现场，分享剧中精彩片段，也感谢原民朋友的支持，推广族群相互共荣的精神。你有吗？变的啦！我是原住民，我是台湾族，屏东县牡丹乡的。哦，那对哪一村要清楚一点？石门的。那其实我们都保持想要为部落服务的这个重点，而且也不断的一直为原住民这一块东西去打拼。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蛮有教育意义的。到底也是有一位多发性硬化症病友王宣琪从自小的童年故事编剧而成，希望将激励人心的故事分享到各个角落。制作团队特别安排2月22号晚上原名之夜，诚挚邀请原住民及朋友有机会免费看励志电影。我觉得原住民的朋友们，你们都是很棒的，你们真的都是很赞的，所以呢，你们想写什么就写，你们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在这块土地长大的，虽然出生于不同的背景，可是大家都还是可以很融合的生活在一起。那然后就再者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小人物，那我觉得小人物只要坚持就可以有梦想。透过制片公司与慈善基金会共同发挥爱心，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欣赏多元族群融合的眷村故事。记者阿斯兰阿鲁台北市采访报道。各位朋友，明天呢就是元宵节了，天气会变好，那么西半部都是好天气，只有东部呢会有短暂雨。接着带你来看旅游气象。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原视，或者您对新闻内容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拨打原视客服专线0800211000。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娜，美国米江萨拉。有一些故事你还没看见，有一种声音你未曾听见。原视16频道将推出原住民纪录片系列，原视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不同的生活现场，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生命权不容剥夺，孩子有活着的权利。